蜻蜓、孔雀，只拍艺术，叹为观止。缤纷亮丽的孔雀，栩栩如生的螃蟹，小巧可爱的高跟鞋，还有壮阔的三合院和做工精致的庙宇，这些都是用扑克牌、四色牌和拉环创作出来的艺术品。创作者是48岁的橡胶公司警卫黄鼎炫，他表示要做好一只纸牌孔雀，少则用掉50副扑克牌，多则300副。8年来，他已经用掉难以估算的纸牌，甚至还大胆跟赌场要，一切都是为了纸牌艺术创作。动新闻真的好厉害，报道。